下边我讲解演示本源十三刀第十三刀第二个小些探夜叉探海，然后变变是什么嘞？变扰日扰山间，探接刀，探点到那里，点刀扰刀日扰山间，日扰山间是干什么嘞？是扰到他的头顶，这是一个。剪砍，这个是两个技能的变化，特别是往后转型的时间，后面来了，这是一定要到这个位置接住啊！这是夜叉探海，夜叉探海抖一下，然后夜叉探海抖，日扰山间，这个劲儿一个劲都不能少。夜叉探海，日扰山间。夜叉探海，日扰山间。日扰山间，扰完以后，你可以加一个追刀。这个技能变化一定要理解。看，夜叉探海，日扰山间。夜叉探海，日扰，哎，日扰从这里扰啊，这就是眼了。夜叉探海，日扰山间，一个劲力都不能少。